等你。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有喜，我是相亲特派员舒汉。今天女嘉宾是一位才女，对于自己的这个要求很高，那么对于自己的另一半和未来的感情婚姻生活的要求又会如何呢？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杨慧，我今年27岁了。我目前是处于待业的状况，之前的话是从事的教育专业，后面的话在职业规划方面是想从事人事专业。本期交友女嘉宾杨慧，年龄27岁，身高1米55，待业中，婚姻状况未婚。虽然我大名叫杨慧哈，我也更希望大家呢记住我的花名，叫做木兮，这个呢也是取自《楚辞》里面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与君兮君不知”那一段里面的。个人那方面的话，也是比较喜欢古典美，可能是之前从事语文老师的好那样一个原因嘛。我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比如说像古筝啦，或者是插花呀那些。在感情方面的话，总共是经历了2段感情。第一段是在大学里边认识的，在那段感情里面，我认为是教会了我去学会适当收敛自己的爱，因为异地的一个原因吧，后面的话感情就淡了，也没有再联系了。在爱情的方面呢，也更喜欢古典那种，以及老一辈他们那种含蓄而坚定的好一种选择。那个是我的姐姐，她今天正好也有时间来陪我相亲。介绍下我的妹妹哈，其实在我们家族中啊，她是很优秀的，她成绩也很好。她从她的那个找对象啊，她是要是从精神方面来找，但是我们作为过来人呢，我们觉得哈，她应该找一个经济条件就是说比较好点儿的，主要不再去为买房子而奔波劳累。好，自身条件呢，就是说不说长得很帅嘛，但是看到，也看得过去哈。好，然后啊，就说还有一个他们尽量他们两个人的三观能一致，就说那是我们亲友团来为他们考虑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是考虑不到那些问题。亲友团口中的女嘉宾对爱情的态度比较理想化。那么女嘉宾自己到底对另一半有着怎样的要求呢？择偶要求的话跟大多数女生都是一样嘛，肯定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那首先第一个呢，对我来说双方都应该有眼缘哈。在人品方面，我更希望他能积极上进一点啊。如果说能够有一定的好眼见跟格局的，以及有趣的话，这个是对更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比较乐观和积极的人，也希望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一起去经营爱情的过程中，去感受到更多的力量和美好。女嘉宾的择偶要求有眼缘，有上进心，见识广，开朗有趣。那个女嘉宾的情况我们已经通过那个采访了解了嘛，她是一个这种对爱情很认真，然后又自己就是比较有理想化的感情观的这样的一个女生，我觉得。所以我在猜想哈，她其实之前的情感之路可能不是太顺利，因为过于理想化，很感性。我觉得这样匹配起来可能会更加的困难。不如这样，其实我觉得她注重感觉的话，我们不一定非要按照她的那种感觉走。我们可以给他营造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他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到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之前你看他是诗情画意一点点的哈，可能离我们接地气儿的生活还远了一点点，那么我们就给他营造一种在生活当中他不太容易接触到的，比如说凡间的快乐。那我去找一找，就是有没有这种性格相对比较开朗，然后也是愿意跟女嘉宾就是更多的精神交流的这样的男生吗？对，而且可以给他很好的一个情绪价值，我觉得也蛮重要的。那我就去联系一下咱们的嘉宾。好的。那么最终来到现场的会是一个怎样的男嘉宾？又为何会让女嘉宾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呢？那一瞬间就得摔砸了，没想到他还是个有趣的灵魂。当时啊，我觉得这个男生好有才哟，好搞笑哦！来，欢迎两位。Hello， 你们好。你好。来，两位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大家新年好，新年更上一层楼，祝大家。大家新年好。哎呦，谢谢你看姐姐。
我本来以为女嘉宾这个腼腆会进行到底，结果哎，这一笑起来声音也很好听。然后今天又是粉，今天又是这个粉粉的衣服，带着个粉嫩的妆，春风满面的啊，肯定会有好事发生。嗯，是的，我也相信。那个刚刚我跟观众朋友们介绍哈，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生，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别名是吗？哎，对的，叫木樨。嗯，这个木樨呢，其实这个木也是就是大树的意思嘛。好，那我也是很喜欢大树的，因为它是像那种扎根于地底之下，那就证明这个人嘛，我们要扎根于地底，更加的质朴和踏实。世界上有很多迷人的花，那我更喜欢有结果的树。啊，希望我们的爱情都能够有结果。那么对于自己另一半，会不会也要求这样？平时咱们来对两句，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也需要一些诗情画意。那今天会用这个来考验男嘉宾吗？是的，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说那个男生能够对上我的暗号啊，那就是证明他，可能说今天是一个小的一个成功吧。那我想知道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男生的接触这方面，会不会因为这个带来一些难题？有没有遇到过阻碍和困难？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呢，我今天也跟他说了哈，就是说，把条件放低一点，生活化一点，不要太精神层面上太高了。每个人的那个文化教育啊，或者爱好不一样，所以说有时候不要拿你的那个特长方面去为难另一方，主要两个人呢三观一致，好就感觉对眼就可以。好，其他条件呢可以再考虑。好，在我的左手方那边，看到没有，那个钢琴的旁边，背对着我们有两位男士，现在正在站着。如果从背影来判断，你们觉得会是哪一位？感觉应该是左边那一位啊。如果说按照我之前比较理想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话，感觉给人一种比较儒雅的气质吧。旁边那位的衣着偏运动一点点，对，不是你喜欢的感觉。也不是，这样更青春活力一些。姐姐呢？姐姐觉得是哪一位？我觉得应该是右边那个运动型的，穿运动服那个。我们这样刚刚是猜的后面，对不对？猜的背后。但是现在呢，我请两位男士把身体转过来，我们看看正脸，我们再来猜一下，好不好？可以吗？好，来，两位男士请转身。两位男士现在是已经转身了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啊，那么她会用她自己的方式来跟今天的男嘉宾打招呼。我还真对不上。那旁边这一位呢？我也好像没听过这个。哎呀，完了，两位都答不上来，怎么办呢？那可能就是正好接下一句“新月君兮君不知”。哦，看来很应景啊！刚刚已经难到他们了，这样让我给我们男生一定要留足今天的面子啊！我们还是以诗会友，今天我们的男嘉宾啊，揭晓的时候上前一步，说出你此刻脑子里想到的诗，女嘉宾来对下一句，好不好？3、2、1，职业乒乓球教练，月收入6000元，婚姻状况未婚。段先生曾在去年夏天来到过凡人游戏寻找真爱，当时的他提出了不少的择偶条件。1米6以上的嘛，然后温柔那种乖点的，希望他就是说不抽烟，不纹身，不去夜场，然后长头发那种。根据男嘉宾的要求，我们也为他匹配了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嘉宾。约会当天，男嘉宾也一直主动追爱，最后两人牵手成功。但为何他又再次来到凡人游戏了呢？就是说的话，上次那个女嘉宾的话，感觉跟他还是性格不太合。那的话，因为我那个人本来也有时候就是比较外向，比较爱说话，但他不那么说话，所以平时呢很少沟通。所以现在的话，我就再次还是来到凡人游戏，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女嘉宾。
哎，上次的话就是我那个朋友戴庆学陪我来的，还是跟着，那次又陪我来了。他去广州之后，我们可能有半年没见面了。对对。段青云他一个人的话，他为人比较踏实，然后对待工作那方面呢，那种事业心还是很强的，然后还有对待女生的话，性格那些都还是蛮好的。我觉得他找一个性格跟他合得来的吧，性格合得来的，然后脾气稍微好一点的。如果说那种太强势了，估计他也 hold 不住。如果女娃儿太现实的话，可能也不太合适。因为现在，本来也年轻嘛，相当于事业的话也在一个上升的阶段，也可以看一起奋斗啊。哎，那次的话，我想在凡人游戏就是说找到一个比较那个踏实点的，然后的话性格比较外向一点的，爱说话。男嘉宾的择偶要求：性格踏实、活泼开朗、爱表达。女嘉宾的健谈与踏实都符合了男嘉宾的标准。男嘉宾的开朗上进也达到了女嘉宾的要求，匹配指数90%。那么两人的相处是否能够如女嘉宾所愿，在精神上有所共鸣呢？3、2、1，男嘉宾向前一步。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来给点掌声啊！女嘉宾一下子就对上了。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太大，很青春活泼的感觉，会跟一开始的好那种理想型会有点点落差，但是也这种青春的话和这种阳光也是能感染人的，还是愿意接触一下。就说女嘉宾第一印象哈，感觉还是比较乖，哎，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哎，我想先问一下男嘉宾，你是想先单独跟女嘉宾相处一会儿，还是你们四个人一起啊？今天以春游的形式先接触一下。可以先相处一会儿，然后在一起。哦，先两个人相处一会儿。对。那你怎么样邀请女嘉宾去呢？女嘉宾可以跟我去公园，就是散散步，聊一下啊，家里面这些情况或者怎么样。可以啊，我对这边不太熟，然后觉得这边的风景还是比较美的，我们可以啊，那正好咱俩可以一块去熟悉熟悉。好好，那一盘是我第二次来那个节目，女嘉宾两次都选中我的朋友啊，今天的话我一定会通过个人的自己努力来展现个人的优势。我昨天是从广州回来的，才回来呀？对啊，才回来。你从哪里过来的嘛？我毕业之后一直都留在重庆的。哦。那你之后的一个工作计划的话，是打算在哪里发展呀？就是还是年后还是要回广州。还要回广州。因为那边的话，在那边租了个房子。哦哦。房子的话，那边是签的半年的合同，还没有到期。嗯。因为现在那边的话，公司也给我买起社保的那些的话，嗯，就是五险一金那些福利都有，嗯，而且我是做乒乓球教练的，嗯，晓不得，嗯，对，乒乓球教练的话，因为我有固定的学生嘛，那些的话，家那个学生那些家长，他还是很认可我，然后的话，都到时候还是要继续带他们那个小孩，教他们打乒乓球，教那些小娃儿的，哎，哦，对，如果说我就是说，如果说你，嗯，愿意待到重庆的话，我到时候还是可以回来，哦，就是把广州那份工作，重庆也有乒乓球教练工作啊，都有。只是开始的话，那边广州那边朋友的话还是有几个嘛，然后那边的话，工资相对来说比重庆高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就在那边的哈。嗯，对对，那你个人来说的话，你更喜欢重庆还是广州那个城市啊？其实两个城市我都喜欢，因为我都对啊，因为我在重庆的话，也朋友也是很多啊，包括今天来我的就是亲友团的话，他也是我的最好的一个兄弟，在重庆那边啊，在重庆那个火锅那些美食那些哈，美景那些还是好看啊，因为我本来就是重庆人，我房子也在重庆。因为我也是之前的话是在山东那边上的学嘛，可能是比较向往诗和远方嘛，哈，都想带远出去看一看。但是毕业之后啊，最终还是觉得要回到重庆嘛，哈，回到重庆也待了三年了嘛。然后呀，其实，回到了重庆之后，感受到了重庆其实确实是蛮好呀，对对对，一直都在重庆发展了，都哦，你以后还是想在重庆发展哈？哎，对的。那你，就是说的话，你打算和
旁边做啥子工作啊那些的话，有没有啥子想法？到时候，嗯，我也可以帮你介绍。哦，就是其实正好也有那个想法，可以沟通沟通。因为之前也是做的教育，但是我是做的学科的教育嘛。其实我之前考虑过，像现在的一个体能教育和艺术教育这两个发展还是比较好的，跟我相关性也比较大。我也一直想转过来，就是缺少这样的机会。不管是过往的生活经历还是职业，两人之间都有不少的共鸣。那么谈及感情问题，两人之间的气氛还会如此和谐吗？玩游戏，我来等你。那谈一谈你的理想型呀？最好就是说会弄饭，然后的话就是他个人有份个人喜欢的工作，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如果说结了婚之后就要顾家一点的那种的话，然后的话就是反正要跟我性格差不多嘛，比较爱好爱说话呀，就是平时的话我可以带他出去耍呀旅游那些的话，又是幽默搞笑一点也可以，或者是拍个啥子照片啊也好啊。你还喜欢拍照啊？对对，我也喜欢拍照。那你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没得？还有啊，我兴趣爱好很多，我还会唱歌，还喜欢跳舞那些。唱歌跳舞都喜欢啊？对啊，唱歌跳舞都喜欢，因为我之前的话是在广州读的书，就还是那时候在广州读的书，然后我在学校是舞蹈队的那种，还是队长。就是散步啊，爬山呐、或者军训啊，爬山逛街那些的我也很喜欢其实有些男娃儿哈，他不喜欢拍那个。我担心点在于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啊？我啊，不得会。我会找一些话题的聊，不然我也喜欢对。爬山那些的话也可以锻炼个人嘛，的话心肺功能那些其实我本来都是从事运动行业的噻。你会不会做饭呀？我啊，我肯定会噻，我会找一些家常小菜小菜还是会一些，比如说番茄炒蛋啊，还有土豆炒肉啊那些，基本上的菜我还是会就是红烧排骨那些的话，糖醋排骨你喜欢吃吗？我也会啊，糖醋排骨呀，对呀、可以啊，我觉得只要有人弄都可以但是我不喜欢洗碗不喜欢洗碗哈我都最喜欢洗碗了，我都最喜欢洗碗了经济状况。对啊，我想问下你，就是对于就是个人理想型的那种比如说男朋友以后的那个经济状况，看有啥子要求没得我现在还是处于一种比较偏感性的一种状态嘛，我更喜欢就是那一块的话不啷个看重。给我的感觉，他生活当中应该在朋友当中应该是一个话痨，也是他们的开心果吧，挺会找话题的。但是呀，也没得特别的好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慢热吧。你们刚刚在那边是聊的啷个样嘛？聊的感觉还可以啊。有心动的感觉吗？心动的感觉啊，还是有点了。因为的话，我们刚刚还聊了一些，就是平时啊，他有啥子爱好啊。然后那个女娃的话，她也是，她还是希望，就是到时候后面的话，还是想在重庆那边，长期发展的话。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成了的话，你最好还是回来。对，在重庆上班比较合适。对对，因为确实也是我家里面也在重庆嘛，然后的话他还问我会不会弄饭啊，我说我会炒点家常小菜。那他会不会做嘛？他说他很会，但是他不喜欢洗碗。那你洗碗不就行了吗？对呀，但是好大回事嘛。反正我感觉那个女娃儿还是很随和。对对对，很随和，而且的话，性格估计跟你还是聊的这个话题哈。是有话题，但是的话就是他。学历那些还是比较高啊，听起的话，我反正他文学比较高的话，就怕镇不住他，或者是 hold 不住啊，是不是？你跟他不谈文学噻，你谈点乒乓球，都可以镇住。谈点艺术上面的东西，是不是？他说的话呢，也没有对对方的要求，说要经济要好多钱一个月那种。他是那种想法，他就说，只要我喜欢的，就是不管你有钱或者没钱，我都喜欢你。但是的话，你就算他说我不喜欢你的话，你就算是他有钱，对对，我也不喜欢。他是那种性格，他是说，就是他比较适合过日子。其实啊，我对那个女娃还是印象比较好。但是的话，其实女娃嘛，你也晓得，可能有点害羞，还有一点含蓄那种。虽然不清楚女嘉宾的心意，但男嘉宾依然决定主动出击。
那么男嘉宾的安排会为自己加分吗？教练我不太会，你要对我温柔一点。啊，等会儿那么大，就你把我把球打高高一点哈，你好好接好吧。你球给我打高一点。好，要得，我打球了，我发球了哦，看起哈。好。来。对。可以哈。好久没打了哟。还是可以，你看接了那么多球。哎，看到球来。哎，往中间打。那个一会儿还是。哎。要上你多学习学习。对了。可以。你可以教我个技能不呀？我想我啊，你可以加点加点力气啊。我不太会使用力量。你不使用力量，你用小臂、啊、小臂再起。对了。哎呀哎呀，你还有铲呐。哎呀哎呀哎呀，对了，再来、哎、再来，举那个小臂直接收，看能不能扣杀。腰带动它，腰带动它了。啊，腰，哇，好猛啊！啊，好棒那个。然后就是他在扣球的时候，扣球的那一瞬间觉得帅炸了。刚才那个扣球好帅哦，你可以教我一下不？可以啊，能弄的。啊，啷个弄的啊？对对对。两个脚打开，像那种对马步一样的哈，拍子的话，离那个乒乓球台大概10厘米左右高。好，然后的话双腿弯曲哈，看前面，看前面。然后挥拍的话，往左前上方挥拍，挥拍挥到你的中间的那个鼻子那里，大概20厘米左右啊。那些的话都有规定的哈、哦。好，然后再回来，那小臂带动手腕直接一下挥到中间来就行了。然后转腰，对，腰带动它一下发力，瞬间发力。那个动作的话就叫正手攻球，要练的。那样的话要天天在家里面挥拍要练的。打乒乓那个他给我展现了他职业当中比较专业的一面，那个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他在工作当中很认真的好那个样子，那点还是蛮惊喜的。男嘉宾的第一步攻势非常成功，已经让女嘉宾看到了他的魅力。那么男嘉宾到底是不是女嘉宾心目当中一直在等待的那个灵魂伴侣呢？刚才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觉得他笑的还是比较灿烂的，然后就是内在的一些还有待发掘，就是也没有说一见钟情，但是觉得还可以接受。我们刚才呢主要聊了一下工作他兴趣爱好这些方面的，就是他是也是做教育的，然后会有以后估计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个话题吧。然后兴趣爱好这一块呢，像他平时也比较喜欢自己做饭啊，应该也可以多学习学习啊。喜欢做饭的男孩子吗？喜欢。好了，有个加分项啊。姐姐呢大概听了一下之后，因为以我是过来人的那个经验的话，我觉得应该再问问他的家庭情况啊，经济状况啊，以后的工作打算啊之类的，所以说应该还要再进一步问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今天姐姐太给力了啊，完全是你在感性认知的时候，姐姐在旁边非常理性的一直在提醒着你啊，哪些方面还需要注意的。那你自己觉得姐姐提醒的这一块重不重要？在今天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今天第一次的话就是大概的一个了解吧。如果我自己去了解他的一个物质基础呢，会不太好意思。哦，对，我还是自己不好开口，但还是想了解的。如果说就真正走到那个就是两个家庭的那一步的话，这个肯定是要更注重了解的。明白了，那这样吧，我们现实接地气的问题姐姐上好不好？精神上的问题你自己想辙可以吗？我们双管齐下啊。那么亲友团加入聊天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吗？亲密关系你认为会比较有一起做会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啥子呀？就是旅游，然后逛街，对对，多些公园走走，那些拍拍照啊，那些啊，看看风景，我觉得还是很有趣。就我还可以就是说带女嘉宾，到时候的话，开个车子到外面去就是野餐那种。可以。希望在爱情当中，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做一些都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是。去感受到一些美好和一些力量吧。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兄弟伙，他对你印象感觉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你那边对他感觉啷个样嘛？
我感觉也很不错呀。然后刚才你和交谈过程中的话，也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应该之后会有沟通的。可以多了解一下嘛。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慢人的，也希望能有机会再多多了了解。就是我们那个朋友，他刚刚说他说你很会做饭，哎，嗯，然后他也愿意洗碗，然后做饭的话，他有可能慢慢学，后面的话也可以，他其实还是生活中还是很勤快的一个人，然后他后面的话，他也可以又做饭又洗碗，都交给他，家务也交给他，是不是？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呀，没有问题。其实他那个人的话，他其实，很和善。嗯。啊。哎，他一般在生活当中的话，也不会去跟那些同事啊，或者是朋友那些闹矛盾，也很少。所以，而且你看他笑容也晓得，一般就算是你想跟他对他发点脾气，但是他在笑的话，你也可能也发不出来脾气。就是他生活中还是蛮开朗的一个人，很活泼，你们可以多了解嘛。反正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蛮合适的。可以。男嘉宾的亲友团倒是一个劲儿的撮合两人，然而另一边女嘉宾的亲友团却是准备了不少的犀利问题在等着男嘉宾。现在家里面有住的没得？有房子行没得？房子肯定有啊，房子的话在重庆那个档，马王城那轻轨站那附近都有一套房子。哦，那可以，因为年轻人嘛，如果真的现在房价又高哈，如果是真的要喊你们买房的话，那种确实压力也比较大。对，就是家里面条件好一点，肯定以后你们日子好过点。对了，你的工作啊，你就说过了年龄还要走广州去。如果说女嘉宾的话愿意跟我去广州的话，到时候等那边到期，大概明年三月份那边房子到期，到时候也可以回来，也可以先跟我广州再了互相就是说多多了解一下，在广州跟我一起这边的话，就是找个工作啊，我们两个也可以在那边一起耍哈啦，你可以带那边去啊。到时候的话，你看三月份或者是什么要回来也行，或者是你不愿意去的话，也可以开始就在那个重庆的嘞。啊，我有时候有空的话都可以回来看你。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打算长期都在广州待吗？我也没有打算长期在广州待，因为广州的话房价比较高。我那段时间是，在广州的话，就是那边工作还是比较稳定嘛，先在那边赚点钱再说。就是那些以后的结婚那些彩礼啊要用。你们那个爸爸妈妈是做啥子？我爸爸是在商场里面当管理员我妈妈的话在那个超市里面当那个，也是搞管理员对不对？就说以后结了婚之后啊，你们的小孩啊那些，那个小孩的话，我爷爷不是还经常打电话跟我，他都催我啊，那么还没找到女朋友啊，就是说赶快结婚了，28岁、27岁、28岁了。到时候的话，小孩应该就是我爷爷和我婆婆带。我爷爷和他们带不了的话，我爸妈妈他也想带呀。这小孩要有人带，你们才好出去，就是说创业，不然的话，就是说有个小孩的话，比如我妹妹的话，她都在屋头直接当家庭主妇了。我不晓得女嘉宾就说的话，以后愿不愿意就是跟大人一起住，还是说分开住啊？目前的好想法都是前期，咱们需要多一点的好空间，然后之后的话，如果说父母他们就比如说有孩子呀，偶尔需要把他们带一下呀，也可以大家一起。我的话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在重庆，就是马王城地铁站附近一套房子，那60个平方。还有另外一套房子在广安南站那个档高铁站那里，那里有100个平方。到时候的话，我现在的话就是我父母他现在住到那个马王城那个房子里。那后面的话，如果说我们两个是真的成了，然后他们就要回老家到广安南站那去住。他们喜欢家乡一点，他们更多一点。对。这是我妹妹，她有没有耍过两个朋友啊？但是她没有经验的，她也不晓得要问些啥子问题。这我要帮我妹妹问一下。以后结了婚呢，比如说那个家里面的那个财政大权哪个掌管呢？给他掌管嘛。那肯定，女儿管钱呢要那个些，男儿花钱要大手大脚些。那是。我的婚前呢是要说好，是不是？那是。不然以后呢打理车都是影响你们家庭团结。我觉得哈，男嘉宾你哈还是性格比较好，还有又比较幽默，再加上你那个。相当于有上进心嘛，工作还是比较可以哈。就是我是想，
我一会儿来你有啥子打算呢？我打算的话就说的话，后面的话可以多多互相了解一下，打算明年子就结婚了。对对对，也是我们希望的。姐姐姐也来吃下喜糖。对对对，那是必须的。对，我去一趟，也来，我兄弟也来。因为人呢都是有个性有性格的，看如果你们两个适合的话哈，都可以明年子都可以。去领证结婚。经过了一番了解，亲友团也对男嘉宾非常满意。后来男嘉宾到底又做了什么让女嘉宾和亲友团笑得如此开心呢？当时啊，我觉得这个男生好有才哟，好搞笑哦。他只要他开心他笑了啊，我也笑。我发现我们男嘉宾今天来的这个状态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对，上次释放出来的这个能量给我就是活泼快乐的，今天怎么那么沉闷呢？今天我确实没之前那么放那么开。为啥子啊？因为我都怕把那个女嘉宾吓到起来。我之前的话，上一次的时候我那个普通就是土味情话还是很多。那说不定人家喜欢呢，你怎么知道会把女嘉宾吓到呢？还是我心中还是比较喜欢她的，就是我就怕吓。哦，因为喜欢，所以要慎重的表现。对对对，是吧？是这个意思。哎呦，那你心里还是个明白人啊。对，但是我还是心里面还是有点点难过，为啥子她开始选择到我的亲友团呢？我晓得她。你们俩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一开始她会选择亲友团而不是你？亲友团自己先来说一说。对，他那个时候也没看正面嘛，可能他觉得他比较喜欢这种穿搭吧。他可能喜欢比较成熟一点的，我觉得啊，是吧？他这个穿搭成熟一点，我这个的话就偏运动风一点的这样子了。看来两位还是能够分析得很准确的，确实跟衣着有关。他觉得这样的大衣呢更加的沉稳和绅士一些。对。啊，运动风肯定你是因为自己的职业嘛，对不对？对对对。不过啊，刚刚我有问到他对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女嘉宾说的是，你特别爱笑，你很活泼，这点他爱。对，笑起来我觉得很好看。笑起来好看，而且会给别人一种很好的情绪。对对对。其实现在你给对方能够提供一个好的情绪价值，这点也很重要啊，一般人还做不到呢。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一点稍微放大。一点点，放大一点点。对，我等一会儿我可以给他跳个舞啊，或者是讲个笑话呀，逗他开心一下。哦，一会儿还准备干这个啊？对呀。那这样吧，一会儿可以商量一下，怎么样给女嘉宾更好的留下一个好印象。那我能不能判断，就是说，你准备追求女嘉宾了？对，是可以这样判断啊，是可以判断，对对，可以再继续。再互相多了解一下啊，对，毕竟才第一次见面嘛，对吧？那我想知道你们单独聊天到后面你们四个人一起聊天这个过程当中哈，女嘉宾身上有哪几点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让你判断，让你这么下定决心的去追求她？文学功底比较高，就是比较有知识分子那种。就是、那你不怕以后这个他压你一头吗？你又对不上这个。我也想要这种啊，女孩子啊，因为的话，毕竟以后的话，如果说结婚了啊，然后有了小孩，他可以教小孩。考虑到下一代了已经。对对，这么想的。就因为他文学功底，还有没有呢？性格。对，性格，声音好听。声音好听。对对。我想听听旁观者的这个意见。他俩合适吗？哪些点？我觉得如果说女嘉宾不拒绝他就是合适的，拒绝了之后就不合适了。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女嘉宾没有拒绝他也喜欢他，说明两个人三观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说拒绝他肯定是有不合适的地方。那是。对，但是我现在看来的话，反正不管我的兄弟他如果说真的想追求他，我也会尽量去配合他。等会儿的话，我们就等会儿一起排练一个小情舞吧，逗他笑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可以啊，你这个你不用排练，人家看到你就想笑，像喜剧演员。男嘉宾心意已定，也和亲友团决定开启今天追求计划的第二步。这一次，他又会展现怎样的魅力呢？
等会儿的话，我们就是看盘的盘的那组啊，我还是那种可爱的舞，可爱的舞蹈啊，随便挑一个。那个不得行了，懂？不是那种唱太长了，估计你记不住。对啊，哎，那个还可以哈、啊，你记得住吗？记不住。兄弟俩到底准备了怎样的节目？这又是否能增加男嘉宾在女嘉宾心中的分数呢？来，两位，我现在呢也是受人所托哈，我们男嘉宾，让我把二位带过来，说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即将呈现。哎，我们女嘉宾来猜一下，男嘉宾会展现什么？一会儿。能歌善舞，能歌善舞，对，姐姐想看点什么？姐姐觉得男嘉宾会给大家差不多吧，也差不多，心意心意了。那到底他们俩要呈现的是什么呢？来，有请二位。一三二一。Oh no！ 来，跟他接招哈，兄弟，都交出来。哦。可以噻，锻炼身体，对的。扭秧歌。表情要到位，夸张。啊，再换一个动作。怎样？扭起来。对对，就这样。变凉了。来吧。跳呀。啊啊，就是跟我一起跳。怎么样，开心不？开心笑。小都像小娃，我就不信。当时啊，哇，觉得这个男生好有才哟，好搞笑哦。哎，他只要他开心，他笑了，啊，我也笑了。哎呀，看的这个女嘉宾以及我们的亲友团哈，在这里前仰后合的笑，是不是？没想到他还是个有趣的灵魂。不仅是。吸引到了我们现场的两位啊，带动了现场的两位，同时旁边那个桥上已经站满了人在围观，啊，你们这个吸睛指数非常高，今天演出很成功，很有趣，很有趣，啊，嗯，来，姐姐呢，还比较幽默吧？我觉得要是生活当中时刻有人，愿意为了你的心情哈，逗你开心，逗你乐，真的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是不是？嗯。那个从哪一刻开始你俩已经笑得不行了、啊、他转过来然后加上那个眼睛的那个动作、啊、他日常跟朋友在一起就是这样吗？会、啊、就大家的这个欢乐担当、哎、气氛组气氛组的、啊、嗯，那女嘉宾接受男嘉宾的邀请过去互动让我也蛮意外的。对，我想着感受一下他们的这种快乐、嗯、然后如果生活中真的会有这种比较有趣的人的话，那应该都是没有什么烦恼的。其实我今天也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嘉宾、哦、还有惊喜吗？对，准备的什么？你猜一下是什么礼物啊？让你猜一下。比较搞笑的。那到底是不是搞笑的呢？不是啊，是一颗爱心呐、啊，啊，棉花糖。也认真起来了，咱们搞笑之后面对爱情，对啊，这个重要的环节的时候必须得认真对对对对对，嗯，准备这个的寓意是什么？说一说。这个寓意的话就是棉花糖比较甜嘛，啊，希望我们的爱情可以甜甜蜜蜜的。哇，来送给你。哎，那好，我们先等会儿。其实你看今天他选的这个配色哈，嗯，也是真的是、哦、跟他衣服还比较像，是吧？跟衣服也很搭，你拿着应该会非常好看。但是不要慌啊，嗯，我们这一刻的甜蜜一定是要有仪式感的才行啊、哦，对不对？对对对。男嘉宾的心意，不管是从刚刚的聊天，还是从舞蹈，还是以及准备的礼物，嗯、我们都能感受到了，对吧？二位哈，嗯、满满的这颗心啊，是想即刻的交出来的感觉。嗯，但是。到底女嘉宾的心怎么样呢？哎，我们
最后给女嘉宾一个选择权，好不好？选择权交到女嘉宾的手里，在我们的左手方那儿有一座桥哦，一会儿我们就在桥上等待。如果女嘉宾愿意选择牵手成功，就去桥上相会。我也希望两个人可以有充满仪式感的一个结尾，那么也给一点时间让女嘉宾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男嘉宾可以到桥上坐等待了，期待着女嘉宾给我们她最后的答案。感觉还是比较乖，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我不喜欢洗碗。哦，不喜欢洗碗哈，我都最喜欢洗碗了。嗯，他只要他开心，他笑了啊，我也笑了。觉得他笑的还是比较灿烂的。那个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他在工作当中很认真的哈那个样子。如果生活中真的会有这种比较有趣的人的话，那没有什么烦恼的。等你啊，当时的话就是女嘉宾她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反正落开了花嘛，还是很开心的。最后选择了他，我们牵手成功，可能是结合到自己本身比较慢热，然后看到了他幽默有趣的一面啊。这样的话，我也希望能够两个人互补，在生活当中，他能带来更多的一些欢乐，两个人会过起来更有趣一些。来，恭喜两位，我们此刻掌声响起来，祝福一下。刚刚我看女嘉宾就是接过了棒棒糖，接过了这个棉花糖，对对对，是吧？对。也没有尝一尝啊，到底甜不甜呀？啊，行，那我撕开给他尝一下。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尝还不够，应该一起分享。那么这你们吃狗粮喽？我们真的是在吃糖啊，现在真的是在吃糖。那现在打开啊。这个最后牵手成功，姐姐有没有想到？应该想到吧，因为我鼓励他今天要牵手成功，是吧？对，好，这样好漂亮啊！来，这样吧，我们三个人一起数三二一，让他们共同来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好，来，三二一。哇塞！哎呦呦，你咋接？好甜呐！看来这个爱情一定会像这个棉花糖一样长长久久了。还撒出来的啊，甜蜜的。对，好，你们就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分享完，不能浪费。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加凡人有喜的话，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88058805，同时呢，你也可以到龙湖新一城2楼凡人有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报名。最后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单身朋友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收获你想要的那份甜蜜和幸福。